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欣。今天呢非常特别，我要干嘛了？今天我们要去看 Magic Mike 猛男秀。唉，不说了，我太困了。大家跟我一起 Get ready with me。然后呢，今天又刚好是我朋友的生日，我就觉得在生日看一场这种秀，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你说等到你80岁的时候想起来，这辈子过了哪个生日印象最深刻，这个很难不列入其中。Yeah. I wanna take you everywhere I've been to。终于到酒店可以化妆了，化完妆啦，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吃海底捞了。All my people tells on how I got you. Yeah, you made it. You've been anxious, but you made it. California conversations till the sunrise. When you stop by California.时隔一年，我终于又吃到海底捞了，好难过啊！上次点的外卖那个不算，必须要来店里吃才叫真的海底捞。伦敦这边的海底捞过生日的话也会唱生日歌，然后我刚才已经在姐姐偷偷就是打料的时候偷偷的跟他们说了她要过生日，一会儿我就让她射死。姐姐的现状真的很奢侈，后面顶了一块巨大的板，全海底捞的人都要对他驻足观看。一位宇航员在打扫路面。我们现在又到了，就是那个王一博吃过的和牛烤肉店。但是我们不是来吃的，因为我们刚吃海底捞已经吃得特别饱了，我们是来买他那有一个特别好喝的桃子茶，就超好喝。然后我俩太撑了，本来想着不要喝了，但是呢我们想到这可能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喝这个茶了，然后我们就来了，一定要溜缝把它喝下去。就是它，就是我后面这家店，太好喝了，绝。它叫什么来着？ Jasmine Peach。 Jasmine Peach 超好喝，好喝的爆，好喝的我要来两次，王一博都没来两次。这个门牌都非常的引人注目，真快乐。我们已经进来了，楼下是赌场，哈，快乐老家。GCSE. If you have a
Magic Mike， 我想说所有女人一定要看，不看会后悔，全场都是女人，出来的女人没有一个脸上不是带着笑容的，太快乐了，为什么有这么快乐的地方，然后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太快乐了。然后呢，因为整场演出是一个女主持人一直在主持，她就以就是女性观众的视角来亲身就是跟那些男演员互动。然后呢，每一个男演员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者，因为他们跳舞跳真的好好。然后这个女主持人就说，你们一定要什么记住，你们是 queen， 然后你们值得这些男人。我爱了，我觉得我现在年轻了好多岁。好了，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了，虽然晚上我们可能会回看那些视频很久，然后久久不能入睡，但是没关系，明天我们就高雅艺术进校园，明天我们就去看欣赏音乐剧，明天见，拜拜。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谈心？